台湾偶像剧天王郑元畅近日来到北京，为其代言的某品牌手表进行走秀宣传。一袭白色休闲服的他尽显清爽洒脱。今季该品牌春夏季腕表仍然以缤纷的色彩夺人眼球，与时下年轻人活泼天然、追求多元素感官刺激的个性需要相得益彰。自己参演的舞台剧《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》在两岸三地均获得了很大反响，好友林依晨也开始挑战舞台剧。除了送上祝福，小宗也表示依晨和自己是很默契的一对组合，他们之前合作的作品也是自己演艺生涯中相当重要的回忆。我觉得跟他的合作对我的演艺事业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，因为我们是合作了最久，大概有3年，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宣传，可能要4年、5年、6年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默契最好的一个组合，然后也彼此非常的信任。